今日的行动乃是要产生得胜者，过活力的生活是习活力的事奉，照着神牧养，为著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需要在基督天上的职事裏，与代求的基督是一，好执行祂神圣的行政，好执行祂神圣的行政，完成祂的经纶，蒙救赎被圣别的子民，成圣圣别的军队，在奮力活动的神裏行動並爭戰，以得著地，我们要使万民作主的门徒，教导神圣的真理。